不是甲虫啊，假面骑士。假面骑士。第四场。IP 卡后的第四场。但是你这一只很强，这一只可以直接当成，这一只可以直接把它当成机甲卡学。我告诉你，它机甲卡学用车子红移对发，也变成车子红移对发了。啊，撞到我了！因为第一次呢。好，游玩玩具。安啦安啦。拿车子的。对，是大齐全飞天的。之后我们再摸，哎，这攻击力很高，哎，高，嗯，攻击力很高，你不要选一看，你看他攻击力3000多，哎，好，开始哦，好，左边左边，哎，这虫来了，这只可以单打，是有。你有这个骨头？哎，龙头哎，龟头咬人了，龟头咬人了。哎，你讲蓝色，你知道我是谁呀？你如何来？如何那个什么？来开干嘛？我家在我家也是四星的，我家木桥，我家那些。扫描传说卡片，动一下，我完全不会这样，我的时候他给我高了，好，使用有本的，还有新的吗？哎，又是啊！想不 OK， 夜班机了，你终于有点。Junior， 不要乱按，不要按。不要走。加油加油！好了吗？两个绿呢。真的两个绿。拳头跟脚，完美，特殊终结器。没看过他的。右边来吃，等一下翻他看看。我一开始还以为四星很弱，四星很强了啦。我一开始我们现在都要刷五星。
所以你的都是五星吗？没有，我是说加葱。哎，啊，什么这只这些？来准备啊！这是什么片？来，哦，三个钱包了，你过来点，过来点。这是什么啊？很强哦。有加吗？哦，有啊，你走吗？没有。来来来，冲上来请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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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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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轻一点轻一点。OK， 把卡片坏掉了。哦，弹，双重攻击。哎呀，规范了。牙膏好吃，小丽把这个准备啊！我要变忍者，我隐形消失哎！拜哦！瞬移！别乱说你！干嘛？庐山神龙霸、啊？必杀器的机会，小心哦！等一下我会让你呀、啊！小心哦！OK， 抓住了机会。抓住了机会，那边比较潮湿，用四啦。我已爆裂了，翻转最后边那只，试试看。爆裂攻击，我们看一下他的攻击。哦，他把脸拿起来。哦，好帅、啊，阿成，你看他的大学，这是你的必杀器加1000哎，对，必杀很强哎。赶快赶快啊！轻一点啊，轻一点，轻一点，不要太用力，轻一点。哎，赶快赶快！哎呀，等一下啊，要滑。轻一点，轻一点。爆炸。OK， 轻一点，不然卡片坏掉了。轻一点，轻一点。爆炸。你不要抹太用力，不然卡片坏掉。我就抹小小力。对，小小力，啊，快一点就好。一把。哦，好好。哎，我看。我要超级。哇，直接砍死他。3800哎。不是。哇塞，我差点秒掉，还没。我才就把秒。我觉得要加必杀技耶。我们刚才加错了，等下以后都加必杀技。哦，三个都满了吗？没有。你大学时间是不是？骑士时间。骑士哦。无限了。无限直接赢。骑士时间。Go。骑士时间。你的骑士时间到了。又一张大学吧。必杀器。翻哪一张？我翻了。我翻主要的，那个，翻奇优是不是？对，大学变不一样了。哎，是这样。哦，是啊。打倒对手了。他们两只一样。好弱哦，这才。应该是很弱。没关系，你先把你的那一只慢慢升起来。中间的。对，不是最后边那一只啊。最后边那一只，它不是可以开始换关那个？换装备嘛，慢慢换装备。有吗 ？S， 什么都是 X， 一等。升一等。不要全部加趴必杀技。好，选这个选不好，我们八升必杀技，蓝色的，蓝色两次。蓝色。啊。OK。不够耶！防御应该不用吧？防御要啦。之后再升啊。之后再升。我不想要这个智慧章，因为它的脚很难洗。哦，100了 ，OK。数据骑士手表，它好像过关就可以拿人家的那个骑士手表。我不想换，因为它脚很痛。那就你要，他也不是不想换。
马上改变。可以用用看啊，反正每次都用用看啊，要不一样嘛。装备新能力加300，装啊装啊，好。都就可以吧。加300啊，加300要装，不知道什么东西加300。好。OK。OK。我一直放吧。